國際足協主辦共同參賽國家嘅發展同長遠利益，原先32嘅開賣54場嘅門票，而家擴編至48嘅開賣104場嘅門票，多咗參賽隊伍參加就等於多咗更多嘅賽事門票、媒體轉播同廣告收益，都將促使國際足聯嘅發展，將此投放到足球上面進一步發展，同時都對球迷同觀眾都會帶來更多嘅旅遊消費，推動主辦嘅經濟同社會發展。例如2018年世界盃當前主辦國俄羅斯嘅總收入係有大約84億美元，呢啲收入可以用於繼續發展社區投資，將球隊嘅可持續發展目的。而參賽隊伍因團進入決賽週年嘅都係正式從吸引更多人投資。總括而言，擴編至48隊對於國際足球嘅發展同全球足球文化嘅情況，加上好重要嘅推動，有更多嘅挑戰同困難，同時都帶來更多嘅機會同發展。我哋亦都可以期待喺不久嘅將來，世界盃發展同足球文化嘅普及帶來更多驚喜同激動。嚟到呢度，中學想問有方同學，1988年係174個會員國，32支球隊，而家2023年會員國已經增加到211個國家，咁你哋認為幾多支球隊參加參賽先至係好嘅定位？Thank you.
因為長期增加五提早開賽，變相國家隊開賽前嘅準嘅比賽時間就會被大幅壓縮，由過往平均32人減翻只係得15人。如此一嚟，國家隊備戰世界盃嘅時間不足，影響臨場發揮；二嚟，國家嘅球員疲累，甚至球員如果喺球會比賽中受傷，亦都冇足夠嘅時間恢復，被迫延續世界盃。最後想問有方同意決賽將會以質素行先呢？多謝各位。
意大利、瑞典呢啲強隊，但點要加到16隊咧？要加到食行熱線，否則只會過。
使同亞洲踢附加賽，但每月個工資係得121,000，憑呢個第三波去踢決賽就出線盤流同門下低咧。港中東美洲出線往往都要25分，但新世客阿馬街小組賽得11分都出線，分數相差唔止一倍，多咗嘅只係質素較弱嘅隊伍。結論係強弱懸殊嘅比賽多咗換咗，多咗好多嘅錯誤，觀眾點解仲會埋單？難怪去 FIFA 嘅研究都話，新世底下比賽質素會低咗，世界盃嘅含金量同形成降低，質素時間要提升咧。再講數量，有乜好直線邏輯？多咗場次，錢就多咗，咁就有利足球發展。但質素跌咗，係咪仲有咁多觀眾埋單入場咧？但賺到嘅錢係咪真係咁多？就算真係賺到錢，咁同足球發展有咩關係？你冇論證過，我都唔係話錢唔重要啊。但為咗確定嘅收入，賠上比賽質素同球員嘅健康，只會本末倒置。講世界盃嘅淘汰賽少咗一日時間休息，更要係世界盃前後仲有球員及賽事。世界盃嘅比賽多咗，要早啲踢同埋遲啲完。好似上屆英超完咗半個月就要踢世界盃，完咗世界盃半個月就要踢下屆英超。足球員唔係機械，都要休息。休息時間短咗，令到佢哋冇時間去恢復體力同埋傷患，佢嘅身體點解咁容易損耗咧？英超首席奇運官斯庫達摩爾都話：佢哋唔肯掉賽期，妨礙咗英超嘅比賽時間，甚至會向國際足總要求大筆賠償金。如果調唔到一係頂級球員，因為傷患踢唔到世界盃，一係留喺世界盃唔想傷而仲未去踢聯賽。當孫有方話咧，受傷只係教練去決定，但當一威爾斯球星加利夫巴利都話賽程太密，容易受傷。當賽程密縮短假期，都令恢復訓練唔充足，肌肉疲勞增加，導致肌肉纖維更大，受傷風險猛增嘅時候，有什麼兩個方案係錢重要過球員健康同埋比賽質素咧？比賽密度同世界盃多咗嘅決賽
舉賽一樣，點解英超可行？有冇同學今日就話世界盃唔可行呢？而且今日球員踢完之後，到今日真係咁辛苦呢？如果真係咁辛苦，咁點解美斯踢完之後有咩又跳又跑咁慶祝呢？由此球員踢多一場其實都唔係咁辛苦噶啦。其實啱先我都有問佢有幫同學有嗰個神蹟嘅例子去證明球員好辛苦咧，有冇同學答唔到啦？而且中國文化大學體育性運動研究所調查顯示，一個運動員嘅肌肉恢復時間大概係三日，咁我多七日俾你準備冠軍賽，其實又點會對球員有影響呢？多謝各位。
如果人多咗但又冇屋住嘅時候，請問會點？啲人咪搬走咯。就足球一樣，好人留意足球，有乜同學係咪想足球停滯不前或者全面退步咧？英超，你睇過英超啊？
通過時間喺下面，你寫一個反其實嘅觀眾社會啊！呢、這個係想透過足球去令到全球嘅球迷啦，去製造個成個對人類發展係一個共融，一個社會係一個人類大進步而家係。受傷，喺可以由球場喊到觀眾席，之後就喊到更衣室，因為
嘅夢想，又唔係學期唔係一種公司啊。四個字不能有方，各有不求。賺錢冇錯，但兼顧利益而唔平衡素質同求健康就有錯。我方唔反對用放煙，更加唔想倒退翻返去舊時。過去16到24，再到32，都係百對百對咁狂，所以我方質疑緊嘅係點解要為咗錢？26年就大約進換16對咁多年，排第6都出到線，點解唔係本末倒置緊？有方第二個口號就係要普及足球文化，有方口講決賽真係要普及推廣足球，但係講過外圍賽已經做到，其實有方唔識打，根本全場就係不停偷換概念。結論其實好簡單，就係足球要普及，但絕對唔係喺決賽周度普及。所以講到尾，有方都係因為有國家唔夠實力出線，所以先要放偏。但技不如人，制不如人，點解要為咗佢哋而夾硬放偏，而濫竽充數呢？有方自以為慷慨，其實只不過係先醒緊。宏觀世界都有歷史，每個年代其實都會有異軍突起，例如80年代嘅丹麥、90年代嘅挪威等等。佢哋都係喺當年嘅賽制底下脱穎而出，憑自己嘅實力踢入決賽，而唔係靠任何人嘅慷慨施捨。有方今日包裝得好好聽，話放軍係要推廣足球。其實只不過是將放軍視為練才的工具，如果不是這樣，未來的世界盃還有沒有現在的光環呢？每一屆世界盃冠軍都可以獲頒用18K金打造的大力神杯，象徵著足球界最高的水平。但當他人放軍了之後，為了練才而犧牲了球員的素質，而犧牲了球員的健康、比賽的素質，那我們的大力神杯又會不會退去金色，變得滿身紅臭呢？之前大家都好放鬆落嚟，到一個未曾體會過嘅角色。
有好啲嘅位置係有啲根本嘅立場，或者有根本性啲嘅原則咧，其實佢 set out 咗出嚟。而呢一樣嘢，我覺得相對係欠奉咗少少嘅。咩意思咧？第一，我分兩點去講啦。第一就係、是、世界盃到底係過啲咩？即係你中間而家爭拗點拗嘅喎，係一邊就相對會講世界盃係為咗文化啦，為咗普及足球啦。反方就會講係精英化嘅運動嚟嘅 ，OK， 立場冇所謂嘅，我覺得兩邊嘅講法係大嘅。但我覺得第一方面呢、這個根本立場就正方前場俾我嘅實力多少少嘅，起碼佢高到國際足協啦，佢簡單地演繹到啲文化出嚟，雖然都唔係好充足，我覺得，但起碼佢有啲提示我講足球推廣嘅普及度係佢原因同埋個理據啲。反方咧就相對薄弱少少，你哋會用咗呢個根基，即係用國即係世界盃決賽真係。精英化呢樣嘢去反擊對方，但點解國際足協即係決賽周啊，或者係世界盃重心係精英化咧？呢樣嘢其實背後嘅解釋咧，我覺得未太清楚。反而咧，從你哋嘅反駁上面咧，我會聽到決賽周之所以會要精英化咧，某部分由你哋反對理解咧，反而係為收視，因為要確保收視，要確保電視台買帳，所以質素係需要確保，反而會令我。我覺得你哋對於足協或者世界盃個大嘅立場咧，我會咁樣理解到。反而佢後少少咧，先好多少少，你會有多少嘅描述啦。例如好清楚地，你前場有嘗試區分外圍賽嘅，但我嗰個唔正確，都只入邊好清楚。或者佢後場啦，我聽到清楚 message 就係外圍係講普及，決賽就係講精英。我覺得呢一個講法或者呢個策略咧，係可以完成到對方，或者比起純粹用翻精英法去打對方，我係更加。梳理到個爭議嘅，但係都有問題啦。你有冇解釋到先？即係嗱，對方都有佢，我覺得對方佢嘗試用足協嘅某啲宗旨去講，咁起碼有 ground 先，你可以質疑佢，你可以打佢嘅。但係你哋我覺得純粹流於口號，或者純粹流於一個講法，即係精英化。咁我覺得呢個位係對比之下，對方呢個位嘅基礎得好少少。第二個咧就係、是、對於數目嘅立場，即係對於32-48。我覺得正方咧都係前場俾咗個清楚立場嘅兩成，以前個基數升174兩成，依家基數大到211兩成，所以跟住加啦 ，OK？ 嗱，起碼佢有個清楚立場，你哋咧我都係慢慢推出嚟嘅，就一開始就質疑咗係咪需要加咁多，佢後面咧你立場就先開先做先，就係可以加，特色可以止，咁冇問題就係、是、一方面其實呢立場可以係。因為當你同意我啲加嘅時候咧，其實你某啲反方嘅論點咧係可以打翻轉頭。咁當然對方冇好大力咁即係取住你打啦，但你都可以講平平衡嘅，即係用呢個去解釋。但某程度上，我覺得如果你某同意咗要加，咁其實你某啲論點都to certain extent 都會應用翻你嘅立場上。咁我覺得呢個係有少少危險啦，同埋有少少。令我中場我覺得先你具體立場嘅，而同一時間咧，嗱話就話正方你有立場啦，兩成，呢個清楚都係好嘅，呢個連貫嘅做法係欣賞嘅。但係咧我唔知我計錯有定解錯啦，我真係計兩成嘅時候咧，個數有時唔係好代表，即係211乘兩成咧，咪42，就唔係48；134乘兩成係34.8，就唔係32。即係我唔知我會你解錯係聽錯啦，定係你即係講樣數啦。但如果純粹根據我聽到嘅數據去聽佢分析咧，都唔係咁直線或者同你哋個講法咁確實心。咁當然啦，打方冇攻擊過啦。嗱，我覺得呢個又係台上一個少少 trick 嚟嘅，就係數據咧可以計到喺你即場你算數好少少咧。我覺得尤其呢啲如果要先食好快計算嘅咧，我不妨試下計一計。我覺得有空間都要實質嚟講嘅，咁當然啦，都有講，肯定有理解錯或者聽錯或者 get 錯正方數據啦。但係咁我 get 到有個咁嘅落差喺度，咁中間就存在住疑問啦，就帶到落嚟。咁當然兩邊都冇攞翻出嚟打，咁就當兩成啱咁樣過咗。所以我覺得又有少少模式咯，即係呢個位。咁所以大立場上咧，我覺得正反雙方都有可以做到出嘅位，但正方好少少嘅位係我錯失曬。但當然馬方攻勢都有，但我覺得未至於吹冧曬佢。好啦，咁又係叫大立場嘅比較啦。而去到一個再分支出嚟啲論點嘅討論咧，
多嘅。包括咩咧？佢個點嘅鋪陳、推進埋數據運用咧，我覺得係好嘅情況。嗱，你正方嗰邊咧，你哋嘅兩個論點，包括推廣足球啦，同埋增加收入、推動發展啊。但反都問得嚟啱，就係其實冇後續嘅，即係增加收入具體點用啦？你哋想點樣去運用呢嚿嘢，從而達有利翻足球發展嘅呢件事？你哋係好特別式咁樣點樣點將啲資源放翻足球度，咁就連咗佢。但係嗰啲再深入啲嚟過去逐漸點樣用啲資源，協助某啲國家發展咧，想協助某啲球會或者協助足球發展，即係呢啲我覺得攞翻啲例子出嚟講會完善啲。推廣足球都係留於好口號嘅，調翻轉喺台上，你都係講翻即係足球嗰啲國家組織成球隊就冇咗啦。但如果在論點上比較對方的論點是有誠意很多，即是你見到他對一些外圍賽的戰績啊等等，我覺得這方面來說，即是在論點的推演和論點的延伸上發揮做得好一點，我覺得正方都要小心，或者對你之下你可以想想怎樣再推展到自己的論點，如果就留於共揾了一次，尤其是個比賽發展呢，我們現在正方不是很再跟進自己的論點，你反而很大程度用了你的時間啦、資源啦，去討論比賽質素。這個策略我覺得是有啲風險嘅，一嚟比賽質素其實對方係市場，咁一方面同佢了解一個對方準備好 set 好曬嘅局咧，你點對入嚟？同一時間你都喺呢個取捨裏面咧，講少咗自己論點。最形成一個情況就係你照樣同佢拗多質素，但係咪真係傾得到咧？我覺得就有問號嘅位啦。但調翻轉你自己論點或者真係論證利大於弊嘅利嗰度咧，就相對薄弱嘅。咁我覺得呢個取捨之下就令到佢後面個感覺就唔係咁，即係利大於弊嘅論證就冇足。咁主要我即係成個整體比賽嘅進展，我理解到呢一樣嘢啦。咁仔細嘅可能個別評語咧就再問啦。咁我交時間俾主席同另外兩位。咁啱啱有條講咗好多，我可能再補充多三點。第一就係究竟世界盃係普及定係個競爭化㗎？咁老實講，其實兩邊今日呢場比賽都唔係好熟，即係唔係好明嘅話，會唔會有聽到確切答案？究竟係普及定係精英啊？咁個原因就係在於其實。首先，今日對於普及嚟講，其實我理解上正方嘅普及同埋反方嘅普及係兩回事嚟嘅。咁正方就好清楚佢主要講咗嘅要嘅普及就係包括啲傳媒嘅報道啊，嘛要即係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啊，嗰啲即係普及啦。咁但係反方對於咩要普及咧，好似冇好清楚咁講。係去到自由辯論嘅時候，先至即係問咗反方正方嘅問題，就係問翻嚟嗰啲，我哋覺得有機會聽就唔知點咁樣。咁去到嗰一刻，可能先至即係 get 到可能反方講嘅普及只係純粹。有機會聽啫，咁所以我哋覺得國外賽都能夠做到。咁但係問題就係個戰績方面講啦，國外賽其實都冇人睇㗎，咁所以即係就算國外賽，大家都有機會聽，都未必做到正規普及。咁但係一樣嘢上面兩邊都冇再好詳細講啦，咁所以咁係普及定係精化呢樣嘢咧，其實到而家都唔係好，即係好能夠話俾大家聽，我覺得。咁第二樣嘢就係咁，質素係高咗定好咗定差咗？咁其實今日兩邊同埋都係唔係好對嘴嘅，我覺得喺呢一個方面，因為正方講嘅質素好咗嘅例子就係話歐洲啊、非洲嘅都唔弱嘅喎，咁但係反方講質素差咗嘅例子，就講亞洲啊、北美啊、跟住大洋洲嗰啲，咁其實兩邊講嘅例子都唔同，其實好難去即係去做一個質素上嘅比較。咁但係其實反方都有去回應翻正方嘅一個即係呢例子，就係話可能。覺得啲好評之後，再加多百個，先不能究竟加多百量對於反方嚟講，即係一個有利彈，但至少都回應到正方嘅例子。咁但係正方就算冇回應到反方嘅一啲質素差咗嘅例子啦。咁而我覺得如果真係要做個比較嘅時候，無論正反都可以諗下，即係數一個數字出嚟，因為其實今日好清楚，無論正方即係反方講得出亞洲由4.5量加到八量，咁理論上應該係個3.5量都係弱嘅，係啦。跟住北美洲咧由3.5加到6，咁理論上都應該係個2.5都係弱嘅。跟住再比較翻話正方講一啲歐洲啊、非洲嘅強弱，其實應該都冇咁多嘅。咁用數字上去比較咗，冇容易帶得出其實個質素係差嘅。咁一樣嘢我覺得係今日兩邊。
展嘅文化究竟喺質素上再做一個好嘅比較啦。而第三就係一啲資料上嘅運用啦。咁首先講反方先，係啦。咁反方我覺得一去嘅時候，一個資料聽落係幾強嘅。佢就係話 FIFA 嘅研究就係話，擴編咗之後咧就質素低咗，競爭亦都會低咗。咁呢個係幾強嘅，如果佢攞嚟論證自己質素嘅呢個方法。咁但係我諗緊問題就係，如果你講到 FIFA 真係咁提比賽質素，如果比賽質素下降咗就真係即係冇問題嘅話，咁點解佢明知抗爭咗之後質素會低咗，佢又反而去做咧？如果係咁嘅話，咁樣明白佢係反而會幫助警方論證咗其實 FIFA 嘅世界盃嘅決賽就並唔係睇質素嘅，係其他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即係呢個資料上都再小心啲用啦，同埋如果有機會我可以講得多少少，因為聽落去呢個都係幾強，係啦。因為去到正方啦，我就係聽到轉嘅時候就咁簡單，即係你就話係而家會人數多咗，如果你唔加嘅咧就唔夠兩成。但我諗咧，其實唔夠兩成又有啲乜嘢問題咧？咁啊，正方又冇話出嘅。而如果你覺得唔夠兩成要加嘅話，咁咪多咗少少，即係21% 咁樣，咁又要加22%咁樣又要加。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資料上兩邊都可以再攞多少少啦，係啦。咁另外啲話，一陣有機會再私底下講。
suppose 咧，你係要將呢個位一路打到台場嘅。咁就我覺得之後你就少咗打呢個位啦。你係應該係要問對面應該係用幾多個籃球室，而事實上你嘅 last two 即係主練 last two 係兩萬。咁但係咧又冇追用佢去球場嗰度。其實就算喺公園嘅位置，即係揀咗你嘅主練去同佢睇，你問翻佢嘅，佢呢個係個數字嚟，咁係咪完全唔變咧？咁第二個我覺得可以打定位咧，就係用外圍賽啲賽收。正方咧係話外圍賽冇人睇嘅，咁呢樣我係同意。咁其實啲賽收先多啲人睇啦。咁咧反，但係咧呢個反而變咗反方嘅位去咬住正方喎，就係話精化係要少啲隊伍噶啦咁樣。咁我建議咧就正方就覺得呢個位咧，正方咧就拗下咧就變咗一個最後嘅時候咧就俾佢入咗。你係可以問翻佢。40幾隊係咪就唔係精英咧？你